经教可以研究，对自己有帮助，帮助你觉悟，也要找好老师，多听经，就跟学校读书一样，慢慢向上提升，一定要做到，说到，讲到，还要做到。人达到能做到了，这个时候再讲功夫，这个功夫就你听到了有什么感受，不能说没有感受，没有感受你白听了，也不能说有感受，有感受你也是白听了。问题在这个地方，这一关透过了，智慧开了，智慧有大悟、小悟、彻悟。大彻大悟很难，六祖慧能听《金刚经》是大彻大悟，那是几千年多少人当中才出一个，这是佛法。学佛最重要的就是看破放下，你是真学佛。放下什么？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，放下妄想。为什么？清净心中一法不留。清净心是你自己的真心，真心大家是一样的，真心就是佛心。你本来是佛，你现在堕落，你遇到佛法再想回头，我回到佛的境界，你要真正在看破放下上下功夫。听法一听就懂，有悟处，有深入，那可不是真的。真的从哪里？听了，悟了，明白，跟没听没悟是一样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所以听经，你懂了没有？你还起心动念？我懂了，假的不是真的，真的是吗？真的我没起心没动念，懂不懂了？彻底懂得。不是局部的，是彻底懂得。为什么？自信里的解脱，这叫真功夫。自信露出来了，自信跟佛知佛见一样，是一不是二啊。所以一真发现，总是要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心性是一不是二，凡夫叫心，佛菩萨叫心，我们简单承认真心，凡夫用的心妄心，妄心有分别有执着有起心动念，真心没有起心动念，就豁然大悟，就是放下。那用什么功夫放下？放下简单的说，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放在心上，心上永远保持干干净净，就是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凡夫娘娘，凡夫用妄心，不用真心，起心动念是十，八十五十一心思，他们起作用，真心不用真，
所以真心就是禅定，一定要不起心不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我用我的真心，我不用我的妄心。凡夫最大的难关就是放不下，还是用起心动念，让我想一想，让我研究研究，这一想真的十万里过去了。有佛法难就难在这，容易也在此地，其实没有难易。其实问你，你是不是真干？真干成佛不难，不肯真干，那比登天还难。报声同声经